十颗种子。十颗种子，一只蚂蚁。九颗种子，一只鸽子。八颗种子，一只老鼠。老师，把它放下去看看，会不会好一点？七株新芽，一只阔鱼。六株新芽，一只鼹鼠。五株幼苗，一只猫。四颗小植物，一颗球。三颗大植物，一只小狗。两朵花蕾，好多的摇手。一朵花，一只蜜蜂。结出了十颗种子。谢谢观赏，我们今天表演完了。